圈的美女总是变得花样换造型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她们剪了短发谁更胜一筹。日前 Angelababy 以寸头造型登 Vogue 家人十月刊封面，此次 Baby 首饰三寸短发冲击过往对她的认知和判断，但网友好像并不买账，大家都觉得她长发更好看。古力娜扎在微博晒出一组自拍，并配文衬 Maggie 周的摩托出体验。照片中娜扎身穿黑色 T 恤上衣，一头短发十分清爽，五官精致，大眼睛似芭比娃娃。迪丽热巴在解忧杂货店中变身短发造型，化身假小子，帅气十足，但小编认为他还是长发更美。佟丽娅一身休闲装扮现身首都机场，灰色毛衣配牛仔长裤，低调干练清爽，短发加上标志性的梨涡浅笑，尽显俏皮可爱的一面。赵丽颖剪短发俏皮可爱，十分减龄，人美什么发型都能够 hold 住，